现在你的希望是越来越近了，看这葡萄已经发芽了。甭想着老三在家把肥料倒一倒，没想到地还这么烂。哎，怎么样，肥料能不能倒？地还有点烂，再过一段时间吧。哦，那就好。什么好？肥料摆在地里好。不能倒吗？我们就回家了。这么小的香樟头，你救它干嘛？救着小一点才好吃，吃起来才嫩。太小了，不要救了，回家了。再等一下，我凑够一盘呢。那你慢慢救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洗衣服，你等等我，听我有话对你说。你怎么不救了？我认为够了。我看有多少，套给你看看。这么小的救的怎么的？小一点少一点没得事，回家多加几个鸡蛋都在里面了。这里还有嘞。一定要小心，很容易溅到身上。撒上一层椒盐。香葱炒蛋来喽！我看蛋炒香葱喽。香葱不够，鸡蛋凑嘛。慢点尝，应该能吃得动，我手里烂。烂了，不闹。嗯，我感觉也不闹。妈，只要是肉，哪样闹啊？哪样你吃都不闹。妈讲的对。嗯，这个我也认同。妈，今天天王腌的一点都不咸哈。嗯，要咸这椒盐天王就做不成了。咸一点没事，咸一点也香。咸很就不好吃了。我这口下去差一点没咬到香葱，鸡蛋太多了。我感觉里面不少香葱了。再去去赶它还有多少？弄得不见长。嗯，纯天的味道。嗯，能吃点味道就行了，就是啊。还要多少干嘛？